猜看，今天我在哪里呢？在学校。看，在一身打扮，因为今天是 Book Character Day， 而我的阿德就好像每年一模一样，就是 Transparent Day。所以，我今天七点半就到学校了，会在这里待到十一点。今天是我阿德第一次登台演花，所以带你们去看看啦。在礼堂的，Hello， 那我的朋友阿 Ben 讲 Hello 先，我就拍我的 Vlog。Hello， 回来了，没有？对呀、啊，你看小朋友们多可爱哦。Hello， 我的宝贝在那里。学校的池塘，带你们看看今天我要叫什么东西吃，然后池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来看。哦。朋友们在一起，阿德今天要表演了，表演一朵花。